来这拜完菩萨了后，感觉讲吼，一个心情加足平静的，啊，感恩菩萨，会当灵蛇保庇，予咱大家拢安尼平安健康，难关一关一关过。我嘛相信讲上天哦，一切安排，绝对是上好的安排。嗯。哦，对，爸爸这句讲了赞。虽然做人哦，爱定定哦。感恩上天，感恩父母，我感恩地灵，因为这地灵哦是赐给咱心中的人，所以啊，爱把地灵当作自己最爱的人去对待。想袂到啊，你今晚呢学到遐厉害的特技哈，你啊真正当大人啊！永俊哥哥要摸唔着啦，虽然讲哦，阮家王乐乐有足侪冤枉我，阿哥。提供杯啊，麻烦送给我跟柯威，姐姐你要乖卡，哥姐你要够做囡仔，我一定会辜负乐乐最好的心愿，好好啊，把承恩强大。巧玲，我无唔对，咱已完全甲吴婉凤哈无挂碍，所以今嘛才当欢喜自在。咱人啊，只要认真打拼，有够努力，你所付出的努力，自然会得到回报。当你的努力有够啊，自然会苦熬回甘，有家己的独立人生。我唔对啦，伫人生内面啊，不管我是甘甜还是苦，只要有一家人，甲着朋友伫遐伫陪伴，我认为啊，这就是人生最大幸福。咱应该爱感谢上天。